张豆豆、刘小豆。哎，豆豆。你们两个要去干嘛？去看七七妹。去看七七妹，你去看七七姐姐是不是？是。那我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好吗？咱们可以到处走，但是必须要走好，好不好？嗯。好的，走吧。嗯。豆豆不懒，要是懒你都长，你都做不好。张豆豆，你想帮干妈，你要站好了，你才能好啊。对，慢慢的稳住。对，很棒，走得很好。豆豆好棒，可以帮干妈提鞋，谢了，是不是？我得了。休息累的吗？嗯。刚刚过去摔了几次？很多。为什么会摔跤？因为我太兴奋了。